这就是不服从老夫的下场。劝你们也好好三思。一直以来，我二人跟随着老爹的背影前行。如今父亲壮烈战死，想兄弟托付了孙氏之未来。我等所继承之遗志，并非为他人掌压，延续纷争之火，而是壮大自身，立足乱世，进而安定天下。
猛虎者，尖牙利爪，傲行于世，还请见证我等兄弟的起航。我等将在船首挂起妖道的首级，并带领孙氏一族建立千秋王霸之业。斗狠，要即使不服，你很像为父，太过轻佻鲁莽。要阻止那个妖道，老爹，父亲大人。喂，红晶他，红晶他一个人潜入董卓身边了，与老朽一同前往梅坞。倒甚好，报上名来。小女名唤貂蝉。